我跟各位分享一下，你们可以像这样子，我们之前的教室还在，没有没有，这个是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我有开一个教室，那你看了，我找一个，我有那个这里，你看我的这边会跟大家不一样，在这里，建立班对，你有没有发现我的有建立班级，就是 Canva 现在。有可能，对对对对，但是你们现在看哦，如果老师您是用就是自己的，你可以升级成教育版之后，你就可以建立班级。好，那建立班级这个动作呢，你要怎么做哦？其实你老师看一下他的方式，我这边有写哦，因为他后来改版，就是今年的，今年改变那个建立教室的方式，所以您可以从左手边，你可以找看看哦。老师看你要不要用你原本自己的账号去登录 Canva 就好了。就老师也有那个教育局的 EDU 信箱嘛，你用那个也可以，好不好？老师你试看看，你登出原本那个陈老师的，登出。对对，你用你自己的试看看啊。但我们如果这个装置不是你自己要放回去，你再做登出就好了，资料就不会留在里面。所以我们一起帮老师把这个部分把它做完。好，老师刚刚你都已经照这个顺序是不是加入了？那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你在建立的时候真的不能怎么样，对，不能加入别人的。好，所以那我们刚刚测试过，就是新北的，就是那个什么 APPS 那一个账号，好，大家都可以进来。好。里面，好，那你看的哦，你有成功之后，刚刚是不是提到这里就看得到了嘛？OK，那这个地方刚刚有提到，现在加入的这个建立班级的方式哦，也就是说，以前其实我们以前的做法是这个打开，然后你所看到的这个叫做一个教室，但是现在他不把这个称作教室，他把这个叫做团队。就是外面这个叫做团队了，那教室呢变成是资料夹，在这里有没有？这里叫班级，好，所以如果我在这边，你看哦，我左手边这里有没有发现我这里有两个教室，0807的两个教室有没有？好，那你看我来建立一个，所以假设这个是今天12月13号的，我就建立这个班级。好，继续。那每个班级有自己独立的邀请网址，因为这样你给他这个，你看，透过分享连结有没有邀请？你同学呢点这个连结进来，他就进到这个教室，他就不会跳到别的教室。这样老师了解？好，所以你看我按继续。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建立 Google Classroom 吗？如果有，你也可以透过 Google Classroom 邀请。好，他只是把那个链接放到 Google Classroom 同学那边直接点，意思是一样啊。好，那你看我就先用预设的，好，这个你看右上角这里有没有一个取得连接邀请的连接？你就把它按下，那到时候老师就给同学这个连接就好。好，那你看我继续喽，你看这样是不是就有了？好，你看我的这里面，这下面会多一个，有没有多一个班级？对不对？那如果老师你现在建立好了，我查再去找那个连结可不可以？可以，你就进到这个教室，你看我点下去哦，点进来，好，你看这里有没有一样邀请成员？按下去有没有又可以取得连结的？所以那个连结不是说你一次用完就没有了，好，你可以再从这边继续找，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找到？好，那用这个连结进来都会进到这个教室里面。那同学加入老师教室差别在哪里？他可以拥有老师大概95%以上的功能。第一个，他的空间变大了。老师知道你的免费空间多大吗？如果你是个人免费账号5G，但是老师的教育版乘以200倍，就是有 1TB 的空间，够大了吧？对啊，而且是每个就是说。
看老师有几个账号，你就有多少的空间了、啊。好，那同学加入之后，他们每个人也都有这个空间，不是跟你共用哦，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开邀请太多人，我的空间越切越小，没有哦，大家都一样大。所以你看，现在像我上礼拜六我去湖尾高中，那我们就跟同学分享这样的教室方式，让他们来做什么学习历程，他就不用担心我传到哪里空间不够，对不对？也就是说他标准的没有错，教育部的就是十 mega 嘛，附件十 mega， 可是他可不用 Canva 来整理他的一些其他资料，可以啊，跟你玩的他可以下载也可以储存，那真正要变成标准版的用那边。那如果说同学在整理他的那个所谓的学习历程的时候，他可以加外部连结嘛，他就可以点过去啊，不要填满了空间过去，也可以再看更多的内容，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好，那这是第一个，空间变大了。第二个，他可以拥有更多的这些所谓的素材跟范本，因为我们在这里面会有什么？有那个，如果老师进去里面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面打开任一个档案，在那图库里面跟范本都会有那个左下角有那个学士帽的这个就是教育版专属的图库或者范本，那他们会多很多，比个人的多很多，因为个人的他们会看到什么，这里会有一个那个叫做皇冠，那就是付费的嘛，对啊，他就不能用啊，对吧？好，这是第二个功能，好，就是说它会增加比较多图库跟范本。第三个，它可以怎么样？有更多 AI 的功能。对，所以你看哦，我们点到这个，假设点到这个图片，编辑照片，老师来看一下，这边，你看，这个是十月份之后才增加的功能，它现在只要跟 AI 在一起的，都叫做魔法。不会这样魔法？哎，对，来，老师注意看。你看里面是不是有六个，你有没有发现皇冠就占了五个，你应该知道同学只能用哪一个，只能用这个。好，那他加入老师之后可以用这五个，但是相对的加入老师之后他反而不能用这个，这个功能他不能用，但是这五个功能他可以用。嘿，这样了解了吗？另外你看上面这里有一个叫魔法开关，有没有这个功能？也是教育版跟附文版才能够用的。哎，什么意思？因为啊，其实你看哦，我讲一个我最常讲的范例哦，就是说比如说接下来不是有圣诞节吗？圣诞节如果老师要请他们同学做简报，通常大部分同学或老师的做法就是直接简报打开，对不对？然后就选择一个简报比例嘛，就做下去了。可是这种方式，老师，这样是很可惜的哦。为什么？因为你进来是不是看到空白的？你说，哎，没有啊，我左手边有好多范本可以选，对不对？但是你这种方式，很抱歉，你只会看到简报的范本，因为你刚刚开宗明义告诉他我要做简报的，他不是简报的范本就怎么样，不会给你看。可是这样很可惜啊 ，Canva 的范本有没有超多？对啊，所以来你看，从这边你点圣诞节，好，来，因为我现在要找范本，有没有好多圣诞节的范本跑出来了？请问每一个都是简报吗？哎，不知道就要看这里，有没有下面它有告诉你，限动、简报、海报，有没有限动？是不同的类型。好，那万一老师爱上不该爱的怎么办啊？因为常常我们喜欢的不见得是简报的范本啊，我可能是喜欢影片的，可能是喜欢限动的，那要怎么办？假设我喜欢的我看一下好了，我找那个不是简报类型的，好，假设这个好了，这个一看就是海报，有没有？点下去就制定范本哦。好，你看哦，因为有可能你喜欢这个啊，但是虽然你爱错人了，可不可以把它改造成简报类型？可以，这个功能魔法切换。切换。所以如果同学他没有加入你教室，他就不能用这个功能。所以你看这里哦，转换成简报有没有？
有。好，那我们就它分成两个步骤哈、哦，继续，它就会帮你预览一下，变成简报有没有出来了？那通常我会选下面这个，第一个选项就是把这个档案复制一份，变成简报的那个格式，但是我这个反正就空的嘛，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个去调整就好了。好，你看我就把它调整好了、哦。好，这样好了，对不对？那我们这边可不可以把这个再复制一份？这个复制一份，可不可以就拉长了？对不对？你可以再复制一份，好，再拉过来。当然，你直接变大也可以。好，这个放旁边，这个放旁边，这个可不可以改到这边？放这里，这边改到这边，有没有？你可以改造啊。对不对？爱上错的人没关系，但是我要改成好的。对，所以你看，我们原本是这样子，这样子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样比较划算？所谓的比较划算，是因为我透过我喜欢的，我来改造更容易改嘛。你今天找一个你不喜欢的，就看不顺眼的还要改，你就很难改。对，可是 Kema 的范本那么多。你不要把自己限制住，我只能用简报，这样很可惜的。好、哦，所有东西都可以改，几乎啦，我不敢跟你讲全部，但是几乎所有东那个范本都可以改成像这样子，这样有没有变得比较好用？同学会这一招，其实他就会好多东西了。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稍微跟老师分享到这边哦，就是把后面让大家可以建自己的教室，然后你就改造就好。啊，那我们一梯的空间共没有没有，每个人都独立的，每个同学加进来都是独立的一梯的。啊，你也太快了吧！对对对对，好，这样老师就比较方便了。OK， 好，谢谢大家。我是用什么外挂？哦，你说这一支笔啊、哦？这一支笔也是免费的，在我们家部落格。啊，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你也可以制定。来，在这边，这个有付费跟免费。好，那你到我的部落格，在左手边，就是刚刚那个翻转教学这个。好，点开它，这里面这个类别有没有？对，萤幕绘图跟滑鼠游标。老师没有感觉到我们家滑鼠养比较肥才来吗？对啊。哎，这个老师的都可以改啊 ，Windows 内建的在这里，你从这边进到它那个设定有没有？里面就有哦。对，内建就有哦。你看设定进来之后，你找到蓝牙和装置，好，往下走有没有一个滑鼠？点下去，滑鼠的这个有一个叫做什么滑鼠指标。来，我因为我这一台是 Windows 11，所以它的设定是在这里。但是 Windows 10的话，应该是蓝牙装置直接滑鼠就会看到了。Win 11跑比较。这个你看在这边有没有滑鼠的大小，最大可以调到这么大只，这样应该后面的都看得很清楚了吧，还可以改颜色哦。哎，真的变大。哎，对，但是也不能大而不当哦，太大还是不行啊，不好点，太大又不好点。对对对，老师可以参考。好，那不会不会，老师参考一下哈、哦。然后这个就是这里。来，一样，没有没有，在这边，哦，你找这边，我用的工具叫做 Swirl， 叫做下面这个，有一个叫做这个，今天 Swirl Soap， 对，这家公司的，这个软体很便宜啦，你可以用买的啊，不买也没关系，就是免费的也可以，哎，买的好处是你的设定它会把你留下来。那如果不买的，就是那个设定它没有保，就这样子哦。对，那老师买的话，现在涨价了，以前是台币99块有找，100块有找，现在涨价好像到200-300块吧。239。对，但是是台币哦，不是美金哦。免费版有啊，你没有注册就是免费版啊，都一样的，都一样的，哎。哎，没有没有，它是那个软体，App 是在手机上用的，
把手机当成那个滑鼠来用，但是那个我觉得比较不是那么好用，所以老师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好，有一个。